问候各位在圣殿现场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永生上帝。现在请大家一起起身，我们一起同声的朗读今天天父上帝借由诗篇第119篇所赐下的宣召圣言，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律法，我必一心谨守。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道路上，因为这是我喜悦的。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倾向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因为你的典章都是美好的。我切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活在你的公义中。耶和华啊，愿你照着你的应许，使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求你使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常常谨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感谢天父上帝所赐的宣召圣言，让我们一起低头敬献祈祷。敬爱的天父上帝，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的作为，因为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与万有之主。主啊，你是创始成中至高至圣的永生神，却以长阔高深的慈爱和怜悯恩待我们。明知我们无法达到你公义的要求，却在你的永恒旨意中赐下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架上担当世人一切的罪，让众圣徒得以因信称义，重生得救，更靠着基督复活胜过死权的大能，使信徒们得以借着与主联合，脱离罪与死的枷锁。于此，我们有份于真自由和永生的盼望。我们何其有福，因为有复活升天高坐在父上帝右边的基督时刻为我们代求，又得赐内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得到他时时的激励、护佑、保守和引领。天父，对这一切无尽的恩典和大爱，求你悦纳我们所献上口唱心和同心合一的颂赞与赞美。在今天的崇拜会里，求圣灵大大的恩膏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存着顺服谦卑的心来领受圣父今天亲自借着宣召、祷告、诗歌、信息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圣言。求圣灵激励并帮助我们彼此勉励，同走天路，相互扶持，同受造就，在成圣的旅程中操练进前，以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与生命，荣神益人，彰显永生上帝的圣名。这份感恩与求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求。现在请大家依旧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以诗歌为祭，敬拜我们的永生上帝。
感谢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求你来充满我们，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赞美，就让我们齐来开口赞美敬拜这位坐在宝座上深爱我们的主。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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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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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冠冕。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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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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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冠冕。耶稣，耶稣，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生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紧紧地敬拜你。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们的心，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的崇拜会，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林景生传道，为我们以无言之道为主题，借着诗篇第十九篇为我们一起证道。林传道他是毕业于 UBC 的维珍神学院的道学硕士，目前在温哥华主恩堂担任国语传道，他同时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温哥华校区担任希伯来文的客座讲师。现在我们欢迎林传道为我们证道。好，我们先来到神面前一同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道成肉身，亲自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认识你的道，不仅从言语上，从律法上，乃是从你肉身的恩典之上。你今天也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蒙光照。就愿你光照我们，驱除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不被任何的阻拦，不被任何罪而阻拦，而是主，我们乃在你面前同蒙造就，同受恩惠。愿你赐我受教的耳朵，愿你亲自带领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语言。语言呢，我们每时每刻都会使用，对不对？我现在就正在使用语言在跟大家交流。人类的社会也是一个高度语言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谢谢，感谢。好，感谢。人类社会也是一个高度语言化的社会，很多人类学的学者会把语言的能力看作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那我们随便找一个人，他可能一个星期所说的话的信息量比各种动物一辈子承载的信息量都要多，对不对？所以其实人在社会关系之中每时每刻都使用着语言，因为语言承载的知识就是我们心灵对万事万物的一种理解。这些知识如果不被说出来的话啊，别人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国语堂来去讲道，那大家都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认识我，但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以前见过，以前交流过，我们已经有一种彼此的交流在语言之中承载彼此的认识。所以其实这种交流就帮助了我们穿过一种表层的一种感知，就将我们的内心传递到身边的人那里。所以其实我们生活每时每刻都用语言传递的信息，那小到你打一个客服电话啊，或者大到什么政党选举也要用演讲来告诉别人说我的政纲究竟是什么，对不对？那甚至在娱乐的时间，可能甚至大家会去听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节目啊，脱口秀相声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语言非常有用，但它也有被误用的时候。语言最经常被误用的一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言过其实。什么叫言过其实？比如说某某某他竞选总统，选之前有一堆的承诺，发现选上之后无法实现，那你就会觉得这个政客在什么言过其实，对不对？或者现在在上网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有人说啊，我在微博的评论区啊，就某个社会热点的话题，跟人在里面哇，意见不同，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吵了半天，发现对方只是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孩子。然后我们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情被欺骗的一种感觉，对不对？这些都叫做言过其实，因为对方所说的过于他所示的啊，甚至现在你用一种叫做 ChatGPT 的一种工具，你能拥有的知识远超过我们真正所了解的，对不对？这种现象甚至在信仰里面也是会有的。比如说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是在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那这两类人都是在语言上有很好训练的，文化程度很高的这么的一个人群，但耶稣这么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啊，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那所以我们看到语言是神给人很重要的能力，是我们内在神的形象最重要的一种表达形式，但因为罪的缘故，人也会误用语言，使得社会上有许多言过其实、言而无信等等的现象的产生。那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语言才是合神心意的呢？今天我就想通过诗篇十九篇里面的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按诗歌的分类来说，诗篇十九篇它是一篇赞美诗，赞美的是什么呢？赞美上帝的智慧。神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就在语言里面。整篇诗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叫做造物之言，就是被造的自然界的语言；第二个部分叫做上帝之言；第三个部分叫做人的言语。而且诗篇十九篇里面会告诉我们说，这三种语言它都是有指向的，他们所指向的都是什么？都是神。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造物之言，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语言。诗篇十九一到二节里面这么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造物之言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造物之言所传递的是神荣耀的作为。那所谓诸天和穹苍，它是受造物的一个代表性的名词，对不对？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述说和传扬，就是用他们的语言来传递神的荣耀和作为。那我们刚才说语言所传递的是什么？是知识，是一种更加深层次不容易被看见的一些信息。所以其实造物之言所承载的一种更加深层的信息是什么？神创造的作为。那熟悉创世纪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用什么创造世界？用语言去创造，对不对？创世纪描述创造通过语言，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些言语背后有一套对万物无比精密的知识，它不是一种随机
啊，或者无序的创造。那这点我们特别在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到，那神曾经问约伯说，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等等。自然是非常精密，但自然如此精密，人能够懂吗？那这里就要讲到自然的语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有什么？它有持续性。那大家看第二和第四节里面，这里描述整个受造界的语言是这样的。那首先，它是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时，然后是什么？它的亮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那如果大家去看新译本圣经的翻译，你会发现它有一种更加直白的表述，就是说天天都发出言语，夜夜都传出知识，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等等。那这里描述了两种连续性，我把它叫做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人能够认识自然、认识受造界的一个基础。有过科学训练的弟兄姐妹一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规律的可重复性是什么？一切科学理论的根本啊，对不对？那如果我这一秒扔一个东西，它是往下掉的，但下一秒它是往上飞的，那可能下辈子牛顿都找不到万有引力，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在中国扔一个东西它是往下掉的，在加拿大扔一个东西它是往上飞的，那么物理学就什么不存在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听这些东西觉得很好笑，但我们要知道在人类有记载的文明之中，其实很大部分时间人都不觉得这个自然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而是什么？他们本很多的自然现象跟各样的神明和偶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天狗食日了，比如说古希腊理解地震是什么啊，是一个叫波塞冬的神明他在发怒了等等。所以这些神明和偶像他们的行为是偶然的，是情绪化的，他是没有一套统一的知识。直到什么？直到近代西方的基督教社会里面，当人们明白自然的背后是有一位神用一套精密而统一的理性去创造世界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才成为了可能。所以科学不仅不跟信仰相悖，反而更能够反映什么？基督信仰对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看法。因为整个自然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是有连续性，不断的传递，不断的重复，告诉我们这位背后创造的神有关的知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自然的语言。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下一种语言叫做什么呢？神的话语。这篇诗篇的第七到第八节里面对神的话有三种不同的描述，那他会把它叫做什么？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命令等等。而且作者他用了很多形容词去形容神的话语的特征，比如说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就是完美的意思，是什么？正直的是确定的，是正直的，还有是什么？是清洁的，就是清晰的意思哈。那相信大家都不难理解，其实神的话语的特征反映的是什么？
说这些话的那位神他自己的品格，神自己就是什么全备确定正直和清洁的，对不对？神的话语的特征是指向神他自己，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他能够使人明白。那经文里面这么描述说，神的话能够苏醒人心，使愚人什么有智慧，能够快活人的心啊，能明亮人的眼目。为什么能呢？就是人能够明白嘛。就好像你打开一个电视节目，比如说我在电视里面看一个节目，天气预报，那有一个天气专家如果跟我讲天气预报，他不跟我说今天就是天晴还是下雨，他给我用了一堆气象学的用语啊，什么高密度云层啊，啊低气压系统啊，然后我读了半天我根本听不明白他说什么，那我能做的是什么？转台，对不对？其实当一个人愿意用别人的别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讲话的时候，所表达的是什么？他关心对方，愿意。Sanchez， 谢谢谢谢谢谢，没事。好 ，OK， 感谢。好，我们换一个话筒哈。对，没关系。对，说回来，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用别人明白的语言去讲话的时候，所反映的是什么？我关心对方，我愿意跟对方建立关系，对不对？如果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我自说自话，那叫做什么？夸夸其谈。我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其实我跟别人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是怎么跟我们交流的？神并没有用艰涩的语言来跟我们来交流。神的话语是人能够明白的，是一种对话式的这样的一种话语。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可以形容对话，对话像什么？对话像抛球，就是抛球是它是有来有回的，它有神的话语也是这样有来有回，这样互相抛球才能够什么传递彼此的内心，而这种彼此的传递才能什么在自由的个体心中产生爱，对不对？所以神在他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晰的把他的性情传递给我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换过来，换一个角度来讲，人怎么跟神说话呢？那我们说对话他像抛球，对不对？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人如何把这个球抛回去，这就讲到啊，我们第三点，人的话语。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讲话叫做什么律法、训词、命令等等，那人和神的说话就叫做什么祷告。这篇诗篇的第三部分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几节经文其实它是一个祷告。这里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然后他有一句祷文，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
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一个祷告，对不对？当诗人看到受造物在诉说神的荣耀，也听到神的话语在启迪人心，那他自己发出的由衷的言语就是什么？祷告。以前听过一位牧者说过一句话，非常的认同。他说 To pray is human， 人之为人在于祷告。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人的内在的特质，我们的知识、记忆、心思、感受等等，都是通过语言来传递出来的。而人具有神的形象这种特质，也是用一种特别的语言传递出来的。而这种语言就是什么？就是祷告。祷告把我们神内在的形象表达出来，我们与神有对话之后，然后对话会形成什么呢？形成一种规范。没有对话，关系是无法有规范的。我还记得我在2006年在北京，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对信仰有些好奇，但我很想自我保护，不想表示的很快的接受这个信仰。那我在那里做什么呢？就是我坐在那里啊，以前还不能刷手机哈，以前没有刷手机这么一说，我就在那里拿起一本赞美诗诗集，在那看啊，装作很专心的看。因为为什么？我在看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不会跟我对话。只要避免对话，我就不会被这个群体所规范，我就避免了太快的融入这个群体。没有对话就没有规范，有了对话之后才能什么？有彼此的规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不少人他有对神的概念，但未必每个人都愿意与神对话，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被神的话语所规范。圣经有一段经文这样去描述这个心理的过程，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是知道神的，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没有对话，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一个真实的信仰，它不仅是一个我们是否承认有神没神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心灵是否与神愿意对话，从而被神规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种规范，这种与神的关系，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与世界，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心没有规范会怎么样？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什么？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第二种结果就是什么？我喜欢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过，他说如果我们是没有被神的话语规范的时候，人的状态是在其中行事为人的时候是会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什么呢？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诗篇十九篇里面，那里面描述，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被神的话语所规范的时候，其实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未必能够准确的去认识它。那比如说刚才诗篇十九篇里面确实在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夜到那夜传递知识等等，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创造只是一种普遍恩典，受造物它的言语是什么？无言无语，也无什么声音可听。比如说我眼前的空气不会告诉我流体力学是什么，虽然它内含了流体力学，对不对？苹果掉下来的时候不会顺便给我写一条万有引力公式，虽然它遵守这条公式，对不对？这些无声的言语都是要靠人用人的言语去解释出来，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无言的东西容易被无所不言。受造物当然有规律，但它不能自我解释，它就容易被人任意的去解释。如果人心没有规范的话，普遍恩典是会被误读的，整个自然界会被神化化，又会变回什么天狗食日啊，龙王降雨的那样的一些年代，对不对？其实在古代最容易被当作神去崇拜的受造物，大家猜是自然界的哪个物质？是太阳。其实在很多的古代的一些文明里面都记载着对太阳的崇拜啊，所以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作者才会强调一点，是说什么？其实是神在其间为太阳去什么安设帐幕。太阳遵守的是神的规范，他自己不是神，但当人心没有从神而来的规范的时候，就会去神化化各种不是神的事物，从而误读整个自然界的语言。其实不仅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也会不断去出现各种什么造神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大到崇拜政治领袖啊，把他们当作神去崇拜；小到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卖一样东西啊，比如说网购带货啊，卖假的东西等等。其实都是人在给不是神的东西编造神话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里面必然伴随着语言的误用，各种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就会出现，大家对这点一定不陌生，对不对？所以其实人心是需要有标准去规范，标准被扭曲之后，自然界的语言会被误读。其实不仅自然界的语言会被误读，我们甚至会看见过神的话语也是会被什么？会被误读的。那比如说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在教会两千多年历史里面有没有被误读过？一定有。我读神学的几年，一部分时间就是在听老师在解构历史上各种花式误读圣经的理论，没有我们读不到，只有你想不到。我现在在家神在教旧约希伯来文的原文，我也发现大家容易对原文有一种迷思哈，就是觉得哎，懂了原文就一定能够帮我很准确的去正确解经，但其实懂了原文还是曲解圣经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很简单的规律，
圣经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误读呢？就是在人只想研究它而不想遵行它的时候最容易被误读。一旦我们把神的话语只当作研究的对象，我们只看这些话语，我们就容易对背后的那位神不那么感兴趣，我们就不想跟他对话建立关系，误解就会产生。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网络语言暴力也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啊，大家在某个东西下面写评论啊，写着写着就吵起来了，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说这句话背后的那个人是谁，你只看到了他写什么，你只看到他的观点，然后就什么，哇，越对话越偏激，越来越多误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去讲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误读圣经，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越愿意遵行圣经所讲的，我们就越不容易误读圣经。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他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神的话语不是我们用来辩论或者显示属灵知识的素材，神的道是要被行出来的，道要成为肉身，才能够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所以我们非常应该感谢我们的主，神没有只用道理叫我们得救，否则我们跟佛教没什么区别，你要悟出来才能成佛，悟不出来你还在轮回之中，对不对？神的道是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是一位亲自担当了我们罪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主耶稣成为神的道，道成肉身，是我们看得见的榜样，让我们去效法他。所以主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跟门徒们说，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主让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不是指我们只用言语怎么去宣传它，好像讲得越大声越精彩别人就会信主，而是在说我们无言的行为才是神的道最佳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回到诗篇十九篇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在整篇诗篇的最后看到了受造物的言语，神的律法之后，他领受了神的道，他最终的落脚点在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他的落脚点是什么？他的行为是要让这位受造界和律法背后的作者也成为他生命的作者，让他最终能够成为用行为去言说
神荣耀的道的。所以这位作者对神的认识是始于语言，但最后却什么？超越语言。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一个不缺语言和知识的年代。现在很流行的语言 AI 模型叫做 ChatGPT， 它发展的速度让人十分的震惊。我们从中获取知识的速度不知道比以前快了多少倍。可能现在的孩子们稍微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一看，就知道我今天讲到，我今天在教导的时候，引用错了哪句经文，或者说错了哪个神学家的观点，然后我在那还拼命在找的时候啊，他就说：“哎，你去看看 ChatGPT， 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其实这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是我们未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言语和知识的权威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一种就是权威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如何再跟后面一两代的孩子们传道？我们只跟他们讲道吗？我们只用我们的知识吗？先知所讲的终必是有限，但真正的牧养并非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解答或者讲道，我们的关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聆听，我们的劝勉，这是目前来说 AI 无法做到的事情。神早已告诉我们一个更加好的传道的方法，就是什么？道成肉身，亲自成为那个道，用超越语言的行为去诉说神的荣耀。这是神亲自向我们传道的方法，也是诗篇十九篇最后的落脚点。愿主祝福大家，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今天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超越话语，让我们成为行道的人。愿你的圣灵这样帮助我们，愿你使我们去到世界上的时候，成为表达你的话语，表达你的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广大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十八首，你的信实广大。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同来颂赞这首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我生我现在。
感谢永生上帝借由林传道所赐下的训词与启示。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在座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同聚会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请站立一下，让我们认识你。没有。好。接下来有一些教会的家训，请大家留意。成为同在堂的会员，意味着你将不再是访客，而是本堂的正式注册会员，自愿在教会属灵领袖监督带领底下，委身参与教会的生活。我们邀请已经受洗，并在过去六个月内定期参加本堂主日崇拜会，而还没有成为我们会员的基督徒，请你们在104室外领取报名表，然后申请成为本堂的会员。申请日期截止期限为6月9号。本堂将于7月4号周四举办一次免费参观旧约时代摩西圣会幕仿真模型的活动。因为名额有限，我们分两批前往。请有意参加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在网上这个program@icrc.ca 注册。报名的截止期限是6月2号。一年一度的暑期儿童圣经营将在8月12到16日举行。3到5岁的孩童们，班次是上午9点到12点，报名费为60元。6到12岁的孩童们，班次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报名费是120元。但是如果在6月9号以前，优惠的报名费是100元。请有孩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在聚会后在会客大厅注册，或者是可以在官网上 icrc.ca/event 报名。本堂将于6月3号周一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举行一次电影欣赏，
将会有中文字幕。这一次的电影主题是将父显给我们看，邀请所有的父亲届时光临，我们一同欣赏电影。本堂将于6月30日周日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举行特别的父亲节感恩聚会，欢迎所有的父亲们和父参加。请大家在会后领取6到8月份夏季版的灵命日粮，作为大家灵修之用。本堂将于6月28日周五的晚上6点半到10点和闽南堂合办一场青少年的敬拜夜，内容将有诗歌的敬拜、见证、祈祷与团契。欢迎所有有孩童的家长们、儿童青少年的家长们鼓励孩童们参加。本周二5月28日早上10点，姐妹团契将有实体聚会，这次我们邀请到梅奈东牧师为我们分享。现在麻烦无论您在线上或者是在圣殿现场，请大家一起起身，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崇拜会以及我们的钱财奉献献上我们的谢祷。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献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林景生传道所赐下的恩缘，相对于地上虚无缥缈、狂妄有限、言过其实的言语信息，你的信实、永能和圣洁，再再印证着你的训词、诫命、应许和智慧的高卓和永成。让我们以顺服洁净的心来领受、遵行，并内化在我们的生活与生命里。天父，现在让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恭敬地献上我们当纳的钱财奉献，以及一切的事工摆上。因这本就是我们因你恩典和祝福所享有的，更是我们应尽的职分以及享受恩福而应有的感恩回应。求你悦纳，并求你纪念。求圣灵感动并激励我们，善用天父依据他永恒至高旨意，由圣灵在我们信主重生或圣灵之喜的同时，所赐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属灵恩赐，让我们谦卑顺命地回应神的圣召，同心合意地和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圣工中配搭服侍，让我们彼此造就，同受塑造，共同精进，成为救主眼中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这份求祷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门徒的侍奉心志，求神垂听并成就。以上衷心的求祷与称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求， Amen。 现在让我们一起献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让我们一起同颂三一颂。现在请陈牧师，我们
请时代牧师我们祝祷。请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天父的儿女，愿你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可以从心发出对他的赞美。天父的儿女，愿你们常常带着渴慕的心打开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要照亮你的生命。天父的儿女，愿你们常常以祷告来回应上帝，因为他的话不仅进入你的眼中，更要进入你的生命，使你们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大家。